非常之好聽嘅樂曲啊！嗱，今日我哋請嚟嘅嘉賓咧，就係我身邊呢位藝發局校園藝術大使潘嘉薇同學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佢玩小提琴嘅心得嘅。歡迎曬你，潘同學。其實咧，即係可唔可以介紹一下頭先個樂曲先啊？我頭先拉奏嘅樂曲咧，就係日沙兒嘅 Sonata No. 3 Ballade 嘅。咁呢首歌咧，就係一首小提琴嘅無伴奏曲。咁咧，點解我會揀呢首歌嚟演奏？就係因為我覺得佢除咗喺呢一個技巧上面多變化之外，又有好多音 musical 上面嘅變化。咁所以我都好中意呢首歌嘅。其實你學咗小提琴咧，大概有幾耐時間到啊？其實咧，我都學咗差唔多10年嘅啦。10年啦，咁其實就記唔記得當初咧，有啲咩吸引你嘅地方咧？其實就是細個有一次偶然的機會就聽到一個小提琴的演出，就覺得小提琴的聲線就很甜美，還有就好像一個人唱歌，所以我就決定了學小提琴，就被他的聲線所吸引住了。還有很多人都說學小提琴開頭非常困難的，在掌握技巧方面，你今天可不可以示範一下，例如我們初學的時候會遇到什麼困難，還有技巧上面怎樣可以去克服它呢？其實初學的時候因為又要穩音準，又要學揸弓姿勢、揸琴姿勢，所以都比較困難嘅。咁譬如話就好似以揸弓為例咁樣，譬如如果即係好多人都會誤以為咧，一定要將支弓捉到好實咁樣先可以拉。但如果咧你真係用好大力捉住支弓嘅話，出到嚟支聲就會變咗係就比較壓嘅聲音。咁但係如果你係即係全身放鬆嘅話，就咁樣。咁樣出嚟嘅聲就會即係可以 project 出去就好聽好多。即係最緊要都係咧要放鬆，同埋要多練習咁樣，係咪啊？咁另外咧，我知道咧有啲人咧，即係例如開頭彈小提琴嘅時候咧，夾住個小提琴嘅時候咧，會夾到個緊曬嘅。咁其實有冇話一定嘅即係pose 點樣去夾住個小提琴嘅咧？其實咧都係夾翻喺呢一個位置度咁樣。咁通常咧，我哋都會用一個好似肩托嘅，即係用肩托就會托起佢，咁就比較�主要都是要放鬆，即係又係唔好驚個琴會跌。咁只要其實你練得耐之後，就算放咗手都可以平衡到個小提琴喺度啦。係喎，咁另外我知道咧，其實咧即係學鋼琴咧都學到8級嘅喎。咁你鋼琴又學咗幾耐啊？我鋼琴應該學咗4-5年到。4-5年到，咁你喺即係學呢兩種樂器中間咧，你點樣去平衡個時間嘅分配啊？其實都因為學小提琴先嘅，咁所以小提琴嘅級數就會自然高啲，咁就可能加咗鋼琴之後，就唯有即係可能犧牲一啲平時娛樂嘅時間，咁就盡量抽即係功課以外嘅時間，就攞曬嚟練小提琴同鋼琴咁樣咯。咁學即係兩種樂器中間咧，其實遇到啲咩嘅困難咧？其實就譬如有陣時有啲技巧係比較難即係做到嘅，咁就可能即係練一段好長嘅時間都好似冇乜成果，咁就會可能好容易想放棄咁樣。係，即係兩種樂器都係咁樣嘅。係啊，因為有好多即係話因為呢兩種樂器其實都係要需要你嘅基本功打得好好咁樣，咁所以就都幾辛苦。咁屋企人即係對你嘅練習有冇話點樣支持你法啊？即係譬如好似遇到頭先嗰啲困難咁，屋企人就會喺側邊鼓勵我啊咁樣，同埋我屋企人除咗即係喺經濟上支持我之外，都會盡量喺配合到時間即係可能陪我去上堂或者去比賽咁樣咯。同埋佢都可以即係做你嘅觀眾咁樣，即係聽下你嘅表演啦。咁學咗樂器之後，你覺得即其實對你嘅有咩改變咧？即係我覺得有人話可能係學樂器會陶冶性情，咁我覺得係真嘅。我覺得我學咗樂器之後咧，成個人就變得有耐性咗啦。自己成個人有自信心咗，同埋因為成日背課嘅關係，當然就記性會好咗，同埋最後就係即係表達情感嘅能力強咗。咁亦都好開心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同學，就即係可以一齊演奏做啲好嘅音樂俾人哋聽咁樣。好，今日唔該曬潘同學同你嘅分享嚇，而家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繼續有文化新領域㗎。